多吃一瓶吧，就一瓶。你要看什么？我先给你调好。多少片？喜欢你，你得先喜欢你自己；想让别人接受你，你得先接受你自己。我不能再这么一辈子拖累下去。那个，你在不在啊？这么一说，感觉好奇怪啊，跟谁说话？三五，三五，你刚刚是怎么拉住我的？喏，要不要吃？不吃算了。你是打算今天一天都不跟我说话？你去机场干嘛？不管你要去干嘛，今天要不是我在那儿，谁还能救你啊？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点脑子？我就是一直想着找你，我就没想那么多嘛。上次你跟我说的，我也有认真考虑过。国珍和米勒他们两个也找过我了，所以，一句我错了，对不起很难吗？我错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大人大量。哎，不如你叫句哥来听听。得寸进尺吧你。你的手。没事儿，正常现象。是不是因为刚才？跟刚才没关系。前一阵就这样，不然我也不会去局长那儿憋着。我想，应该是母亲召回我的新方式。你是说？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我。所以，该得一时须尽欢。那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在你眼里就这种形象。
听说你父母明天就要回来要巡回演奏了。我等了好久。你要去啊？肯定要去啊，他们超级出名的。听说他们的孩子在我们学校上学。不能吧，那应该很有名气才对啊，乐团里没听说过有这号人呢。你看到了？衣服要裤子要操作。你，哎呀啊！我现在可是伤残人士啊！我这都是为了谁呀、啊？家里两只小蜗牛真的好不容易啊！哇，好想让他看，这世界有多大，路有多少条，风景有多少种。怎么有人就这死脑筋只一条路？好，相信你自己。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。那三五你呢？我当然是为了遇见你，那么多吃几口芒果冰淇淋。好，咱们就去影子会。真的敢去？一直逃避没什么意思，喜欢就听，不喜欢就换一种尝试。人生就这一次，不要等着没机会尝试了再去后悔。现学现卖可以的。行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回剧场。那说好了，明天不见不散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我，所以，该对艺术虚情化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手指头动了，是不是要醒了？向恒，向恒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睡睡这么久，再不醒我们就不理你了。醒了就好，局里都等着你呢，再不来开除了。你都昏迷了大半个月了，我们都快被你吓死了。怎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不会失忆了吧？你还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说，我不记得我怎么进的医院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半个月前，你为了救我和我哥，你出了车祸。其实我觉得我
其实没什么。好，嗯，我会再加练一下我那个片段的。嗯，放心啊，刚刚出事了。哥，你早上在哪里？我家里了。嗯，你怎么开始突然抄笔记了呢？哎，向恒回来以后可有的抄啊。嗯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重点已经规划好了，等他回来看一眼就都会了。就你厉害，谁让我是您说的弟弟呢？是你厉害。今年我也有努力地试着和同学交朋友，吴措很照顾我，他教我打篮球，还给我留了篮球赛的票。自从你出事以后，都是他陪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的心理状况没有因为你的事情恶化，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。吴措和篮球队的队友们都有努力地让我放松心情，我很感谢他们。写什么呢？我在写日记。你这日记本挺别致的。这是我哥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梅野三，你这一大袋子什么东西？零食。香恒从前最爱吃的，上次我听医生说把他喜欢的东西去诱惑他，没准能让他醒得快一点。香恒，我没再继续勉强自己练琴了。你以前总念叨什么自己要肯定自己的价值，还说自己的人生要让自己开心，我现在才想明白，你不会以前特别迟而生气吧？快醒过来吧，新出的冰淇淋口味我猜你一定很喜欢的。你怎么了？不会傻了吧？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里许了很多愿望，醒来后发现居然都实现了，比梦还美好，真好。